公主婚姻梦碎，贾永杰变身小丫鬟。怀孕怀第一胎的时候，想要喝水的那个迹象，他就立刻像那个蛙人弹跳这样，嘿，一倒水，然后送过来。现在第三胎的时候呢？第三胎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把水倒好，放在他的旁边，然后老爷会坐在按摩椅上说水，哇，水满了。